一传媒黎智英涉刑事恐吓东方报业集团记者，罪名不成立。有议员和法律界人士认为裁决不公。东望想你睇新增咗赞分任务，每日签到同埋阅读指定新闻，快啲下载东望 app， 一边睇新闻一边赚到更多 OM 多 CC coin， 换取丰富奖赏。